万块，这么多钱你要怎么花呀？我这不第一时间来店里张罗生意了吗？哎呦喂，大壮，哦不，小姑奶奶，你今天要点啥？我店里啥都有。我有点饿了。明白。黄桃罐头，奥利奥，锁喉糖，你看这些够了吗？不够我再给你拿。嗯，真是啊，静香，我渴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吃了这么多，肯定要配点饮料。旭日升、健力宝、早汽水。别急别急，你慢慢喝，别噎着了。这下吃饱喝足啦。小姑奶奶，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，千万别跟姐客气。嗯，姐你看，这些玩具我都玩腻了。喜羊羊、猪猪侠，还有这个幸运猪都给你了。哇，这么多玩具好幸福呀。大壮啊，你这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玩也玩了，你那中奖的10000块是不是该拿出来给姐买个单了？姐你就放宽心吧，今晚我肯定把钱兑回来。那就好。哎，不对，你为什么要等到晚上才能取钱呢？因为白天不睡觉。